小花螺呀，你看真板正啊，就跟摆的一样。这个真不是我摆的，你们看，你看看，每一个都这样，这都是要往外爬的意思，还是没摸进去呀？小花螺，你看我们这边还真不多见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看，你看，不多见，但是也有啊。最多的底下还是蛤蜊，收了，你看。不少不少，这一些能炒一小盆，满盆不够，半盆怎么样？还行哈。嗯，看都还活着，你看它的肉都出来了。哎呀，慢慢的自己就缩回去了呢。快收快收快收。哎呀，我拿不住。看，大家也就是说别吐槽我啊，说我这个季节还戴着手套。再一个，我那个什么海水压人可厉害了，必须得戴着。没了这一堆儿，我看看，我再好好扒一下。没有了，你看，除了这里是软的，旁边都是硬的。我的，哎呀呀！哎呀呀！我本来说这里一堆鲍鱼，脚底下还有两只，你看啊，这个肉都还动，你看好肥呀！你看这大肉，真好呀，两只。这些，哎呀呀呀，这个还会动，转圈啊，你看到了吗？你别动，它又掉了。你看这个也在动，这个也在动，这个也在动。他们喜欢吃海菜，包括海带什么的，都是海带的食物。你看，他们趴在这吃海菜呀、啊。看，哎呀，这海菜不太新鲜了。你们也吃啊？咋不挑食呢？吃点新鲜的多好。你看，还行呢。哎呀，这个季节有虫子了。你看，这边就招虫子的感觉。不过就是海鲜，就是新鲜的，它也招虫子，并不代表臭了啊。还行，虽然没有那么新鲜，但不要了，最近吃不少。那现在找一找，遍地都是个。吓死我了！哎呀，没想到这里还躺一个海参啊！这咋这么多货这？这里海菜吸引的，这海菜待个两三天了，吸引海参鲍鱼来吃了。一只露头的八爪鱼，哎，这里还有一只，你看。哇，我是真不敢相信啊，这么个小石块底下两条八爪鱼、啊、呀，这个还断了爪子，你看还没长出来，它可以自己长的。嘿，八爪鱼可聪明了，会断爪，对呀，断爪子宝。看这一个好啊，这个太好了。嗯，我还会吐水，不要吐了，一起回我家吧。你们回去，我在这边。这里有一只正在爬行的鲍鱼，看动的，收了。石块底下没有花，看看看，这种大小的鱼应该有吧？哎呀，果然，怎么样？咋没啥反应？这个皮肤还不错，肤白貌美的大长腿一只。看你这边，起来，没有，起来，没有。好了，下一个地方。哎呀呀呀呀！又砸到脚了。走、哦，没看错的话，这里是一堆蛤蜊。今天呀，上来一堆小花螺，然后这又是一堆蛤蜊，不值钱呀，不值钱，但是它好吃。给你们出一个问题啊，牛牛最喜欢吃的海鲜是什么？然后再给你们缩小一下范围吧，就是贝类海鲜，就是带壳的，带壳的海鲜。牛牛最喜欢吃的贝类海鲜是什么？是这种蛤蜊，还是扇贝？哎，这样挖吧，那用手指头太慢了。哦，多呀多呀，看，没了，这一堆很少呀。我再扒一扒看看啊。这边有贝类海鲜，还有啥呀？啊，还有猫眼螺，烤一烤我的铁粉。看，这边没扒出来，从这边又扒出来几个。看看，看一看，哇哇，还有好多呀！这还有四个，幸亏我没放弃。这回是真没有了吧？这个可以，
好，收了。这个角度也多，你看看，你还有一个，哇哇哇哇，好大的肉啊！这也太爽了，呜呜，哈哈，捏起来，感觉太好了，来来。轻点，手忙脚乱，哎呀，我烦死了！我想捏的，他自己就缩了，手忙脚乱的。上面好多沙，刚钻出来。对，对，动了动了。哇，你给我个机会吧，让我捏一把。哇，这个水，这个肉啊，真爽，这个肉。辛苦了。还算干净，回家再洗一洗。啊、刚来时候三只猫也多，然后肯定就有人来干啥了。现在再下水吧。这里好多沙贝呀，都搁浅在这一个井盖里了，还真有点。赶紧捡。那行，微微张口在这呼吸，还挺安逸的。你看，微微张口，捏它一下，慢慢就闭上了。这东西是活的。这里有没有藏大货？没有，这个石头放进去不对，这样。看这什么？你的眼还挺快呀，我没过来你都看到了。但是它这里水热乎的，活不活？那水可热乎了，不太行了。水热乎的，它当然不行。夏天八爪鱼都这样，好大的大卵，好大呀的，好大的大米呀。这里真很腥，这什么情况？就这一个趴着，你看，大家都躺着。哈，你们三个为啥躺着啊？为啥呀？躺平了这是？哎，好看，给我拍个封面，真漂亮。哎呀，还有两个沙贝，看这底下有吗？没有。这一会儿咱们来到了排水口，这里没有货。这里就是不应该没有吧？哎呦，这叫没有吗？这是啥？这里水也是热乎的，不知道是我手撩的问题吗？哎呀，出来吧！哦哟，好大呀！你看，你看，它跳起来了，还变色了，害怕了。不要害怕，我是温柔的小姐姐。这里有好多花螺，你看，你老远就看到了。哎，我本来是看到、这个，我是没看见。我本来是看到这一个海星的，抖音一看有花螺，哟，这是海星指引我嘞。捡花螺吗？我看见那一小团，这几个都过沙了，这水热乎乎的，八爪鱼在里边肯定有。说吧，这里边有不少，但是这底下都是沙呀，好弄。啊，这还有海螺。哎呀，哎，它的肉还动了，看到了吗？我说怎么拿不起来，挤进去。手扒一下应该还有吧，让我来扒一扒。看看这里还有，这里根本还没进去，这里更不好进，这底下全是石块，它进不去。哟，这么大，一个手拿不过来。你看，看看这里是不是里面？我抓抓鱼，这还有吗？别抬了。哪里？哪里？这里。嗨，它长得这么显眼，这么花枝招展的，你竟然看不见。欢迎欢迎，没有。这里扇贝一个，还有一个小海星，但是我看到这里大个大的，哎呀，我今天捡了有个小二十个海星了，你们馋不馋？这里水凉，前面的水都热乎的，这里水好凉快呀、啊。如果八爪鱼在这里面，应该不会打开。不行不行，拉了拉，看有没有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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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里有个猫眼螺。哦，我来这么巧吗？这是没开始进去就让我来抓了，好可怜哟。这里还有，你俩是结伴吗？是不是刚出来，还没来得及进去？但是这个个头好大，这个跑挺快的。这个是寄居蟹，这里边是藏了一个小螃蟹的，它把螺吃了，把人家夹占了。这个寄居蟹还有点坏呀，这个太大了。哇，这里。好大一个海星，又躺平了，过来洗洗它的沙。哇，我的天，好大一朵海凉菜，洗一下，就是沙多。这一个干净，就是这一个，这一个太脏了，洗一下沙。哟，
加了22个海星，太给力了。这里你这个小海星，你这个小扇贝，这都今天捡到的涨潮。这还就是下午天不热，我在这待的时间长，潮水就涨到山边来了。万一这个里边潮了八爪鱼，你们信不信？1、2、3，起！啥没有？哎，出来一个海星，我还说啥也没有的。还不错，这里还有一个扇贝。看，这是个啥呀？我手里拿的。这个算是个垃圾吧？这个是用不满的，我给它带出去啊。走吧，一边回家一边给它带出去。这里是啥啊？哇塞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只，这什么蛋？大白蛋！你看，前几天你们还记着吗？我在这边发现了好多毛蛤蜊，这个蛋一动，里边的孔啊什么的还动呢。你看，这里还有毛，你们看看，我不是一直不知道它是什么蛋吗？你们看这个毛是什么什么什么种类的毛呀？能不能看得出来呀？看不出来，好像仅凭这一只毛。不说了，赶紧收啊！这个蛋可不小啊，这几个都泡水了，坏了。看一看，这上边没有裂缝，应该没有事儿。哇塞，我跟你们说怎么区分它好不好啊？如果这上面一点泥都没有了的话，都让水泡完了，说明它泡好久了，蛋就不一定好。但是这些，上面都还有泥，说明泡的时间短，也就是说，完全可以吃啊。哦哦哦，差点碎了。好，给它放桶里。大家好，我是妞妞。刚来收获这么多蛋，咱们快去看看能收获什么吧。看我沿着这个水流，发现这里好多蛤蜊呀、啊，捡吧。哇、哦，这蛤蜊可真不小，你们看，估计是都是冲出来的，这个水流冲出来的啊。哇，这里水流多，所以都出来了。你看这个多大呀，跟比这几个大多了。收了，你看这上边都还有呢，不少，真不少，快捡吧。你看这种白蛤蜊，这种叫白蛤啊，就是它应该是一年四季都有。嘿，你看，是这里好多。你们看看，我今天赶海熟度是不是快了很多？都捡了啊，一盘到手。哇塞，这里还有，你看都，这里水更大一些，都冲的往下跑了。这是啥？好漂亮的小扇贝，你看，好肥呀、啊，鼓鼓鼓鼓的。收了啊！咦，开口在这呼吸呀、啊？收了啊！哎，个头不大，但是很肥呀、啊。我发现这里又有两个扇贝，这种扇贝每年都是夏天啊，夏天才会有的。之前的话都是那种带刺儿的那种刺贝，现在是有这种粉红色的贝，是不是特别漂亮？拍个照，收了啊！哎，咦、哎，我在这里又发现两个。这今天一共捡了8个蛋，一对一对的，还真不少。收了啊，慢慢的放进去。以前经常打碎，我没看错吧？你们快看看这里，好多毛蛤蜊呀！之前就在这一块区域捡到了。哎呀，刚刚我是扒掉了一根海凉菜呀，这个海凉菜就晒的不好了。你看，好多，哎，这个还对了，哎，没对，看错了。哎，开了小口，哎，那个都露小舌头了，哎，我放进去。现在桶底满了哈，今天收获还可以。你们总是说我桶底盖不过来，哎，洗一下这个沙，可以。这也太大了，这比之前捡的大多了呀，好大呀！哎，这小舌头咋收不回去了？睡懵了吧？刚刚它开口又闭上了。反应倒挺快的，不少啊！看没？我的天，被我的桶底挡住了，我直接没看着。这几个小的摘掉不要了，回家摘了还浪费。希望把它们摘下来之后，它们在海里还能活。这不有蛤蜊啊？还往那儿走呢？之前没看到，我以为就是一堆蛤蜊皮什么的。哎呦我的天！我是看了一眼，我没注意。我的天呀！我的天哪，这是多大的失误呀！我赶海以来，我可没出现过这么大的失误。我只能说，只能是漏看一个，但是从来没有漏看这么多，碎了。你看，收了，好多呀！这底下还不知道多少呢。来扒一下看看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你看，还有这么多。
让我再看看。哎，还有，这底下应该也不算多吧，因为这边水流太快了。你老远一看就发现了，这是一条比目鱼。你看它刚刚身体就这样一跳，让我看到了，要不然我还真发现不了，就这样跳的。哇，呀呀呀呀呀！你看，你看，它还挺会游的，在水里。你看，我不动它，让它游一会儿。哎，游的还挺好看的。哎，这个比目鱼可真不小。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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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我可没玩它哈，我是真拿不起来呀。这个鱼身上没有受力点，不好拿。带走，带走。还行啊，比目鱼红烧清蒸都好吃。带走。行，刚买，收获这么一条大鱼。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来赶海了啊，走，继续吧。鱼我已经找地方养着了，来开水口这边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再抓一条鱼。这边很深啊，看到没有？看起来像没有的样子呀。你这边走一看，来来。个头不大，还行吧？你看中等个头的，这里还有一只。我刚过来是看到这一只的，但是你过来一看，这里还有一只。哎呀，给力呀！哦，哟，哇哇哇，它老高了，这水。行，收了啊。没有一条大鱼，有两条海参也还行吧。带走啊！估计这两个海参都可贵了。刚刚幸亏没踩了，在这里还有一个鲍鱼，竟然没看见。你看，吸的还行啊，这小鲍鱼哦，非常的鲜活。你看，个活跃，个头还行吧。带走啊，咱看看这个石头底下有没有？没有哎，有没有抓抓鱼？没有，继续看这边，看一看这边的石块，肯定跑了。呀，有吗？没有。有没有？有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呀、啊，这是两只啊！你看，这个八爪鱼红红的，很可爱呀、啊。太小了，个头不大，确实。哎，我看看这条个头怎么样？这个个头也一般，它这个石块细的。哎呦，拿不住呀，要跑的意思。行，随便摘一下，放桶里。看看，这一对一对的。两个八爪鱼，两个海参，一个鲍鱼，再捡个鲍鱼怎么样？给他们凑个成双成对儿，这啥？垃圾袋。今天值了，还一条大鱼。最大潮，收获就是大呀！哎呦，我的妈耶！我这嘴是开高了，收获大就是大呀！给它摘了摘了。哎，可以，看这一个也还行吧。哎，这个比那两只都大，看到了吗？是不是大？啊，抱回去，抱回去！哎，我起，没有。哎，这是一条鱼呀、啊，你看看。哎，这个鱼我是没见过的。你看这什么鱼？你认识吗？我不认识。这是虎头鱼。虎头鱼？也叫虎头斑，好像。虎头斑，你看它的头很有个性啊。你看它的头这里，一点都不那个，不是平滑的，是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鱼特别好吃。特别好吃呀、啊！你看。你看一下，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来。你看它的鱼肉很鲜嫩，你看是不是很嫩的？可惜了，我跟你说，这种鱼一斤七八十块钱呢。真的吗？嗯，可惜了，这不的话咱卖了它。但是它不活了，卖不了了。咱回家弄弄尝一尝，啊，带走了，可滑溜了这条鱼。一堆海洋菜呀、啊，还有一条虎头斑。你看这个比刚刚那个大，呀妈呀，受伤了。但是这个是比。刚刚那个大好多，我拿出来跟你们比较一下，太滑溜了，拿不起来。你看这个好小啊，哟，是啊，是大多了。这两个咱回家尝一尝，还不知道咋做呢，上网去搜一搜。哎，这家海凉菜你看晒干巴了，今天的天属实热呀，那就不要了吧，不新鲜。走，你看这遍地还不少呢，你看这里还有，是不是？嗯。看一下经常藏八爪鱼，看看有没有啊？哎呀，没有，咋回事儿？让我来看看这个。哎，你看，藏在这里一只鲍鱼，还一条鲍鱼，说错了，这底下也没有，好干净啊！把这个鲍鱼拿了。哎呦，没想到呀，鲍鱼八爪鱼是一家。嘿，嗯，行，这个也好漂亮，你看，百里透红的。
行哈。嗯。我就喜欢爪子长一点的，我喜欢吃爪子。行。过来，我看一下，这里一只隐藏的很好的海参，你看到了吗？只有一般人都发现不了它，还好我的眼睛厉害。哎呀，你看看出来吧，还挺胖的这只海参，你看。这个我一看哈，就是拿回家给它焯一下水，它这个长度不会变化太大。收了，看看这些石块底下有没有，哇，没有，石头太小了。看这个也没有，都看见一个小鲍鱼呀、啊！哎呦，我看，哎，还是软软的，活的，可以。哎呀，哎呀，一只大海参，你看它在这。在石头底下都压扁了，还行啊，看这个图哈，好不错，今天四五条海参了，离老远就看到躺在这一个皮皮虾，还活不？咦，哎爷，它躺在这，这是晒太阳吗？跑了跑了，你看，它非常的鲜活，这个皮皮虾可大了，这么胖，给你们对比一下，比手指头还长呢，比食指还长，让我来看看你是公的母的，这是啥？啊，公的，公的，公的，好肥呀、啊，瘦了啊！哇，这里好多鲍鱼啊！我的天呀，这一眼望去有个十来只。之前我在这边捡了有个二十来只，你们还记得吧？有大概有个二十七只。今天啊，没有这么多。你看这些鲍鱼在这吃海菜，你看肉都凸出来了，很能吃啊！一个一个的小胖子，你看，你看，肉都还是行的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非常活跃。五六个，七八个呀，几个了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那边是三个，那边还有一个，十一个一共，可以。啊，看这边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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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只！妈呀，完了，这一下子又爆桶了。这刚来啊，还没开始啊，就结束了。说爆桶过分了啊，就形容这个货非常的多呀。我刚过来，坏了坏了，这个得使劲儿，这要不使劲儿，它钻到手里，这个脑袋大，拿不出来了。这个脑袋我一拿，我就知道它有力气。哎，瞬间消了，还吐水，收了。你看这边还有几个蛤蜊，估计是他们在过来吃蛤蜊的。哎呀，那太幸运了，刚过来的时候注意力在这几个鲍鱼身上，没往这边看。你往这边一看，呀，哎，拿不起来，一堆八爪鱼，看这里边，有卵有大米，收了收了，还行。现在夏天好多苍蝇啊，你看，走，在这边。这是一只海参呀，但是这目测这情况不太好了。一般来说这么长就够了，你看它这么长，但是好在它还硬硬的，硬硬的没有软塌塌的，那就好很多。行吧，你们看这有没有像那个什么玩意儿？海茄子，茄子。海茄子不是像狗粑粑。八爪鱼是不活的，这里还有一条。呀，不是不活。你别动。干啥？你看看它不活。我说了，不是不活，还有点微弱的呼吸。你看，也就是一般般了，我感觉。有，还行吧。趁它活着下锅就可以，来得及，一切来得及。这一个还是很好的哦，这个有大米，你们能看到吗？能，很明显，这个白白的就是卵大米啊。看看这底下还有吗？要是有三只的话，那不就发财了？哎，没有。这边水流还挺大的，我看这边有没有货。哎呀呀，没有。那怎么可能？我还没搬开。没有。看这边有没有？没有，别搬了。你看这什么？哎呀，我搬了半天，里边没有。就在你眼皮子底下有一条，走吧，继续，我干这个。哎呀，好沉啊，这个石块，有吗？没有。快来，快来，这边一坨大鲈鱼。哎呀，我天哪，离老远我也看到是大鲈鱼了。这鲈鱼太好辨识了，是不是？看它身上这星星点点的，一看它很新鲜，很干净啊。这屁股有点大呀，看腮还行不行？可以的，粉红色的。哎呦，好沉啊，有个二斤半。你们看呢？它的长度，半身体这么大。给力呀！怎么样？你们
喜欢吃鲈鱼还是黄花鱼，可以在评论区里打一下啊，我就给他收了。这个鲈鱼除了清蒸红烧也好吃吧，但是我最多的就是清蒸，省事方便。哎我的天啊，这个鲈鱼放在桶里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。我继续找找货吧。八爪鱼，八爪鱼，哎呀哎呀，那个八爪鱼，哎，还吸了个墨鱼在这吃，你看，哎，还吸的海蛎子，吃的挺香呀。这个八爪鱼够瘦的。对，它是正在长身体嘛。哦，还吐水，所以说它鲍鱼啊、海蛎子在这吃，海蛎子不也叫生蚝吗？这是之前的都让你吃的，你们看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今天刚刚在那边捡了多少鲍鱼了？11，今天17，咱们挑战一下，捡个25、26的行不行？说30好像有点不敢说，万一不够呢？加上这些，17只了，走，继续找一找。又一只露头的八爪鱼，一只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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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想往里藏。哎呀妈呀！什么情况？你看到了吗？摄影师，看见了，怎么还黄的这个？我一拽它的爪子，带出来一只海参，这个海参在这里边藏着来的，应该是它的爪子吸住海参了。我一拽，给它拽出来了。我看这里边会不会还有？啊哈！哎呀哈哈！哎，没有了，没有其他货了。这个是，你看蛤蜊。哎呀，这个八爪鱼吃着海参，吃着蛤蜊。条件也挺好啊，这里还有好多大蛤蜊，你看捡了啊，不少，还行吧，带走。这赶海4-5个小时马上结束了，定下的目标没完成，又捡了一个，才有一个，18只啊！我没看错吧？你们快看，这里好大一条鱼啊！我看这啥鱼？美国红鱼，你看，美国红鱼啊！哎呦呦呦呦，这个鱼还挺好吃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它咋这么厉害？哎呀，呀，这个鱼很大呀，你们目测一下有多少啊？是不是得有个1-2斤？得一个2斤左右了啊，1斤肯定会多呀。我的桶都让它吓跑了，快点给它带桶里，往桶里，来打点水养着吧。呀呀呀，出来了还，哟，它鱼鳞都掉了，这是不是我弄掉的？你看，哎，这是鱼鳞啊，不要了，放这吧，还挺好看的。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只八爪鱼它要干啥？你看它的爪子，它要伸到哪里去？让我来逗它一下，我看看它害怕不？你看它直接没反应，都不收回去吗？咦、哎哎？我拽它一下看看什么感觉？哎，又迟钝了。哎，我看看，出来！哎呦哎呦，是不是压脑袋了？哎呦哎呦呦，这咋弄？哎。哎呀，怎么样？给它洗一下刷。哎，拽下来，你们听这个声音还是很解压的，啪啪啦响。洗一下刷，我的，它身上好多沙呀，带走啊，十块给它回去。哎呀，哎呦，前面还有海星呢。来来来，捡了，看看。再上一个。是的，这个还小呢。看这个大石块底下有没有货？哎呦，那里有一只！哎呀，拍拍你的小脑袋，你为啥没藏起来？看看看，你这样的话容易被海鸟吃了呀，这样不行。为了安全，还是来我家吧。哈哈，哟，这个又要跑啊！哎呀，什么情况呀？这几个好像都不太聪明的样子呀！看，露大爪子在外边。哎呀，这石块好沉！哎呀，哦，你看看，哎呀，太厉害了，这只怎么这么大呀？看这底下一层螃蟹，它是不是在这吃螃蟹来着？你看多大，这个啊！哎呀，这里是一个垃圾吗？你看这个垃圾也这么干净啊！我们这边，你看我们这边的水多清澈，垃圾都这么干净。带水啊！这个季节海星泛滥，我给你们看看。虽然我很喜欢吃海星，但
但是我这都要吃顶了，右手一下三个，挪一下，挪成一个小塔。哎，就这样，有没有很漂亮的感觉？让摄影师给他个，一会儿啊，我给他挪起来，让摄影师给他个特写，拍个图片，拍个封面。哎呀，这个活多啥呀？洗一下，把这几个也收了。哇，希望别倒了，千万别塌了。哎呀，塌了塌了，你快放桶里吧。不要，我给他拍个图片，拍个封面啊。来来，咦，塌，大家给我点点赞，谢谢你们。带走啊，是，哎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还行啊，看看这石块底下有没有货。哇，啊，行，没有啊，拜拜。有一个鲍鱼，哎呀，这么大吗？哟，你看，正在吃海菜呀，还行吧，也很大呀。嗯，但是它这肉里怎么硬硬的？带走了啊。这里有一个海星，咦，个头不小。呀，哎呀呀呀，我要拯救这个小螃蟹，希望它还能活。走。哦哟。看看，移动它，它就缩回去了。这一只，刚才它在爬嘞，你知道吧？是的，我一戳它，它缩回去了。我镜头还没有拉近，你就给戳它了。你看这是个啥？哇，还了的，黄的。我离老远就看到它发黄，这个什么贝来？我一下子激动的，不知道了，叫不出名字了。哇，这么大，个手掌这么大的。之前看一个。人在视频里吃这么大的，然后我是在没见过呀，我也抓到了。八爪鱼有没有？哎哎哎，看看这里好像还有一个，看是吧？嗯，哦，这是它的小崽崽，我的天，太小了，放在这吧。看这里是两个扇贝，那里还有一个蛤蜊。哇，这个蛤蜊我之前抓到过两个，这个很好吃啊，肉很筋的。不一样，你们看，我今天收获可太哇塞了，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，瘦了啊，走吧。哦哦哦，石头底下有没有货？我看在这种石头底下，我就知道有货的样子。整，有吗？没有。你们在猜这个石头底下有吗？会猜没有吧？哇，哦，有的，哎哎，还有黑鱼。石头不能，石头放在这。小八爪鱼不错哟，非常的鲜活，很活跃啊，瘦了，放下，放眼罗，看，不过沙窝拧去一半了，这里都晒白了，哇，动作要迅速，快准狠，哎呀，发挥的不是那么好，勉强及格吧，个头还真不小啊，瘦了，你看那里还有一个，我沙窝了一半的，耶，出来吧。小宝贝儿，我最喜欢的猫眼螺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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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意思，有点意思。看，我杀的大蛤蜊，哦，它开口了，你看，哇哇，它闭上了，这是有多大呀？你看，这里土都让它成立了。这里还有一个杀的，我的天哪，发财了！看这里还有沙贝。漂亮呀，多漂亮，而且鲜嫩，壳子也薄，大蛤蜊壳老厚了，薄熬薄，薄熬薄，薄我薄，多音字呀，不知道用哪个，没学问。走，看，我发现这里一只海螺，有肉吗？哎呀，我的妈！啊，卡在这，哦，有肉的，不错不错。收了哈，我现在拽这么难拽吗？原来是有肉的在这里，收了收了，可以。走，继续看看还有吗？桶也不拿了，有没有？这里是不是有一个？不是，看错了，没有了。看看那底下有个是不是？我看不清了，这么海蛎子不要了。好吧，走了。在这边，仔细找。
这还有八爪鱼在动。这石头太小了，不可能。你骗我吧。你翻。真的有啊？嗯。哦耶！哇、哦，一秒变色也是。哎，这里还有螃蟹。哎哎哎，这个是花盖蟹，花盖小花盖，这不是那种石头蟹，这是那种小小小，我也不会说了，就那种蟹。哇，不错不错，收了。咦、哎，撞进去一个坑，里边有什么大货呀？看他捞的，哇，没有。一看就没有，因为它里边没有窝。走吧，你看这里一只鲍鱼，哎呀，那里有两只，哎呀，这么多呀，呀，你看它正在爬，让我给拿起来了，搞笑呀，走走走，看那一看那一那两只，我也在，你看这，哎呦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它的小触须都露着，一戳它都弄回去了，跟它拿了，哎呀，哎呀呀呀。这个吸力，哎哎，刚刚那个吸力轻，这个吸力老强了。哎呦，这一个也行，你看，它本身吸力可能会更强的，就是因为它刚刚在爬，让我给它戳了。行了，带走了。起，哎呦，好大一只八爪鱼啊！你看看，哎呀，真是发财了。我看那个石块底下有一个海星，咱过去翻一翻看看，看看有没有大货呀？看到了吗？这个海星。咦，还行啊，这个也给他带走。有没有货？哎呀，鱼，哎，好了，哎，给他放下，往这边放。你们看这个海浪派，这里这是住在沙滩上，没在水里，晒的不行了。你看，像这种咱不要了，咱上次捡的还有，不要了啊，不要了不要了。我看这边好多海星啊，过来看看。哎呀。又捡了一堆啊，这比刚刚那堆还多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带走了啊！哎呦，小虾米，你们看，这虾子还挺嫩的，不活了，不要了。哎呀，这个最大了，这个好吃呀！带走了，笑啥？这也是笑的，还挺萌的呀。这个也能吃，带走。好明显的两只海参啊，你看绿绿的。哇，这个颜色可真漂亮！咦，你看，石头都让它吸起来了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这里还有一个小可爱，你看，这个才小呢，比起这个来小很多了啊！你看，软软的，这个软软的品质一般呀。带走了啊！看这里还有海星，这个是放哪去了？两只大海星，这个都可以吃了。石块底下有货吗？哎呀，有！哇，哎呀，这个好大呀！看看，哟，还脱水！哎呀，这是多少石块啊？我给它数都数不明白，我感觉大的小的都有，太能吸了。干啥呀？你们猜，这么多石块吸在它身上，它会不会累呀？那里一下子好几个海星啊！你看。哎，这海星身上还有小鱼，你看看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小螺还挺漂亮的。啊，这几个海星造型还行啊。哦，你看这个爪子，哎呀，你们应该能看到啊，无数只小爪子在蠕动啊。你们害怕吗？带走了啊。哎、这个给它掰一掰，嗯，那造型也还行。但是这个这么小，里边没有啥籽，吃不着。煮出来好看的，看这一个，两个品种呢，是吧？这种可以吃，这个不可以吃，你们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点个小爱心。哎呀，走了啊！这两条小鱼，你看看，呀，都还活。你看这一个，张嘴了。那刚刚为啥摇尾巴？是不活了呀？活，放水里，看没？这是水冲的，好不好？刚才张口了都，看没？对，还摆动身体。只是刚刚张着口，还活的活的，耶！我说他，我一看他张大口了，我以为他不活了呢。看看这个咋回事？这个怎么样啊？这不是鳗鱼吗？放水里就还活，你看。行啊，带走了两条小鳗鱼啊，不知道回家能不能做一盆啊？我给他炸点水养着。哎，行，你们看看八爪鱼的爪子，哇，好粗呀！一拽它收回去了，
哟，我一看那两条爪子，我就知道这个八爪鱼不小啊！这脑袋咋会这么大呢？你看看，这里边还有卵。看这里，一条鱼，还有一个海星。你看这个胖大星多好看呀，硬邦邦的，这个不可以吃哟。输了，这个鱼，你看它那两个眼睛好可爱呀，扁扁的。哎呀，你看，虽然它不活了，但是我看它面色红润，非常的新鲜。这不是那个龙利鱼吗？也叫舌头鱼。你看它真漂亮，你看很新鲜啊，翻过来翻过来都是很新鲜的。带走，看这里头上来就发现一只大八爪鱼，你看这个脑袋还不小呢。哎，我发现它了，自己一下子就戳回去了。哎呦哎呦，好大爷的一条中啊，放里面放下。这里面有没有啊？哎，没有。在这边，看这两个像有货的样子。哎呦喂，亲，没有。哎，这里好多蛋，快看！哎呀，好多呀，但是都泡水了。我的天，就泡半天没事吧？我今天来的早，潮还没退下去我就来了啊！不像以前，就是来的时候潮就退到底了。你看这里，它这冲过去了。哇，这是几个？六个，可以啊。哎，我在那边已经捡了一些海虹了，就是放下放下。看看这边，九个，单数呢，有点不得劲儿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懒了，我蹲在这儿伸手去够的，我应该走过去。哎呀呀呀，这个也差点对了。来看看，有没有感觉这个黄比那个，那个普通的鸡蛋什么的。鲜艳一点，是？太漂亮了！打开喂鱼虾吧。哎呀，可惜了。走吧，继续。这里还有的。哎呀，刚来，这一会儿啊，不是，这一会儿光捡蛋了。你看，捡二十来只了，一下子四个。像那种一下子捡一个的，这不是五个？啊，五个。像那种一下子捡一个的，我都没录。哎呀，捡二十来只了啊！怎么样？出镜的是有十四个。这里有一个，你看这里还有一个 yes 看多么大，这个吃起来口感也还行啊，但是不如那种美味好吃。也可以啊，这么大。哎，现在这个地上你们看，又是稍微有点脏，季节性问题啊，夏天的时候火柴比较多。说过了啊，这里好多鲍鱼啊，不是鲍鱼啊，啥来着？黑鲍鱼。黑鲍鱼就是海虹啊。看这扇贝，哎呀，还赶出经验来了。这种扇贝怎么说嘞？其他的海鲜这么热的天很快就不活了，但是这个扇贝生存能力挺强的，它比那种石斛贝生存能力还强。你看，太大了，海虹也还活着，可以。哎呀，过来，这什么？啊，摄影师，你早就看到了，在那等着我了，一个。大鲍鱼，你看这个鲍鱼可真不小，跟手掌这么大呢。看这里俩蛋，哎，这里还有一个鲍鱼，哎，不错不错，这也太幸运了吧！捡了两个蛋，恭喜你们两个的，可以出镜啦。走，带十二个蛋呀！哎呦，你看这个鲍鱼很大，可惜不活了，藏在。藏在那里跟真事儿似的。哎呦，我活着，你看它这里还动呢。看这个眼睛金灿灿的，我离老远一看，我说那是一只虾，我都不知道是野生的还是养殖的。你看走近一看，眼睛金灿灿的，胡子这么长，这是野生的虾。虽然它不活了，但是看着很好呀，是不是？很新鲜。带走啊，又有口福了。看这里还有一个好看的船。哎呀呀呀，对了，一个小螃蟹。这也是一个小螃蟹，太热了，你们知道吗？藏不好，它那藏不好就会被热死。八爪鱼有没有？螃蟹有没有？没有啊！你看这里有扇贝，这里还有一个大蛤蜊。哎呀，今天这大蛤蜊也太大了，你看每一个都比手掌还大。你看这扇贝也这么大，这咋这么巧啊？都一样大呀！这啥规格的？太巧了，跟双胞胎似的。我是发现了这种扇贝，你看，这颜色都是一面白一面黑。
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比较勤快，发石头比较多？嘿，得，因为我馋螃蟹了，馋八爪鱼了。这个季节八爪鱼不多了。看，你们产卵的都已经去海底了。我光看他的头，我就知道他不小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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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哎呀呀呀！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停！呀呀呀！哇哇，这个鱼咋这么厉害？哎呦我的天，吓我一跳！哎呀呀！我开始小看他了，还。美国红鱼是吧？对，这是一条美国红鱼，这得多重啊？有两三斤吧？有，还行吧，我觉得。哎呀，这个鱼可太厉害了！再看看这边还有啥货。嗯，哎，没有啊。我看这里还有。这是。哎呦，你踩了是不是啊？哎，好像是。我的妈呀，这是一条比目鱼，它都卧沙了。我给它洗，又，这个也很厉害。我寻思给它洗一下面上的沙。这个比目鱼有个一斤半吧，我觉得。你看。很大啊，很肥，你看它身上一点受伤都没有，可真完整啊，太好了。你们看，这不知道谁给它造的窝呀，它们藏在这被搁浅了，我给带走了。你把鱼放这养着，放在这养着吗？哦不，太沉了啊。是的，那我就再放在这，等我走的时候再拿吧，给它倒在这藏起来，一定没人发现啊。行，咱继续赶海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我又来赶海了啊，继续走。我刚刚逮鱼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边紫紫的一片，我猜到了就是大海星啊，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大呀！带走了，哎呀，好多呀！你这边，哎呦，一个比一个大，拿着沉甸甸的。我感觉这些海星我都收完，这个桶我也拿不动了。你看看这么多，哇，厉害了我！哇塞，奈何没完话呀！整天哇塞哇塞来表达我的心情，哎嘿，带走，你看，爆桶了，海星爆桶的一天，哇、哦，这太多了，你看这一个可真好看、啊，五个角角都翘起来了，哎，你洗一下，哇，洗出来可真干净啊，拍个照，哈哈，这里还有好大一个，我的妈呀，直接惊呆了，你们见过这么大的海星吗？之前。你看看这个比两个手掌还大，之前我捡过一个大海星，用手掌给你们比划了，你们看看，我说之前怎么捡了一个呢？原来这边很多呀。咋都这么大呀？对呀，原来这边很多，你看这边还有扇贝。哎呦别动、我就怕你踩了。厉害！呦！哎呦，它一个爪子吸住了，差点拿不起来。怎么样，这一个还挺瘦的啊，很苗条呀，还白白的。那是毛蛤蜊。哦，你过来看，我走近一看，那里有一堆沫呀，是不是八爪鱼吐沫了？这个八爪鱼吐沫了，你看看，软了，一吐沫它就软。嘿，蛤蜊先，再把这两个，哎呦，毛蛤蜊捡了，你看。可真大呀，是吧？嗯，这个叫赤贝，可以刺身的。哎，把那个扇贝捡了。你看，扇贝几乎是很常见的。哎呀，这个弄不动，我看这个捡什么。哎呀，这里也弄不动，里边没有。没有啊，给它回去。一直正在爬行的八爪鱼，你看。它好可怜呀，它爪子都断了，这个也断了，但是它吸力还是很强的。咦，看，收了啊！你看这个海星在这里好长时间了，身上这么多沙呀！哎呀，这个海星吃着得多过瘾呀，能美死你呀！带走，超大的毛蛤蜊，咋不开口啊？听到我来吓一跳，闭上了。还有扇贝。这两个又粘在一起，强迫症啊！我得给它分开，带走啊！看这里，又有好多海星，你看这么多呀，这也太给力了！哇塞，怎么样啊？你看看，这个还在这里呼吸，好安逸呀！我的妈呀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三个海星都沉甸甸的，就有点拖不住的感觉，你们知道吗？
这三个海鲜比一斤啊！哎呀，我都拿了，拿不动了。这里又是一堆大海星啊！你们看看，把这个这个不要了。我没看到呀，我看到海星了。你厉害，你还发现一个大毛蛇呢。来这边，看扇贝。哎呀，这个海星厉害了，咋还翻滚了呢？你看这个小爪爪都在动啊，哦，非常的鲜活耶！啊呢，我的天，之前我见到一个这么大的，我都惊呆了。今天一点都不稀奇了，收了啊！这个八爪鱼都开花了，这是想要打洞的意思。你看，厉害厉害！先走啊，这里还有扇贝，哎，还行吧？你看怎么样？这头还行，先走。我的妈呀，海鸭蛋，快看两个，五个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快点加。漏了漏了。什么情况呀？这一激动光往前走，把这个漏了。我就走在这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，你看看，这又是十个，又是一群十个鸭子。发现这里有扇贝呀，我来捡一些。哟、哦，哎，你看看，我还捡了一个宝藏呀。这谁家的大锁呀？这上锈了，这应该是养殖场他们家门上的或者什么的，他们那些人掉的，我给带出去吧。这算不算个污染呀？你看扇贝，今天捡扇贝不太那个，这颜色也太像了，不明显，看不见，不如那种小红贝明显，是不是？看，又漏了，又漏了。刚刚说完，这还有。Thank you， 摄影师。哎，走，继续。嗨，这里还有两个，开心呀、啊！再走，这里像葡萄一样的东西在这里颤抖着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是不是不明显？它都卧沙了，露一个小脑袋。哦，一个小可爱在这里边，出来吧！哇哇哇！哇哇哇！耶！哎哎哎！看，哟，还吐水。嘿，不错，带走了。继续，这里有一块海带，两块，但是我看着不好了，不太新鲜呀。什么情况呀？不好了，咱不要了。看看这个，这个也不要了啊，这个不要了，太坏了，咱不要了。我是不会拿回去加工给你们的。那天我说好的给你们，不好的给别，那个不太好的我自己吃。还有人说我吹牛啥的，不信饭了。嘿嘿嘿，嘿！哎呀，没拿住。你别看这个石块，就算断了也还挺沉的。收了啊！哈哈，看不见。咦、嗯？哎呀妈呀！你俩一人一个扇贝，你看，这还真不那个，一点都不偏呀。收了啊！我没看见那个扇贝。嘿，走，看看这边，这里还有。切，没有哎，走了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，竟然没有八爪鱼，这快有螃蟹了。你们看，这海带，这个季节海带很多啊，这随处都有烂海带。哇，这里有扇贝。嘿，哎，我一手就给它捡起来了。来，我看前面还有，过来。哎呀，我的妈，这里还有四个。我今天这一下子捡了几个了？快二十了，看这个还有货没？谁？哎呀妈呀！哎呦我的天，这两只也太大了，翻开秒变色呀！哎，哦吼吼，还行吧这两只。你看这个还吃了一个蛤蜊啊、哦，这个蛤蜊好大呀，咱也一起带走吧，把这个石块拿掉。哎，哦，大一个扇贝。看这个石块底下，哎呀，哦，是什么乱窜呀？放下，鸟扇贝，来鸟在叫，你听到了吗？嗯。看看石块底下有货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没想到啊，突然一看又有货，哎呀妈耶，咋回事？耶，千万别喷沫。哎，他太有劲儿了。来，又是说，
你配点水没关系，千万别配沫啊！我的天，我没看错吧？好大一只鲍鱼啊！我从这边还能看到它的触须。你镜头往这边拍不出来，拍不出来。镜头过来过来，对，它的触须在这边，拍不见。好了，拍到了，这个就是。哇，不知道它吸得紧不紧啊？哟，哎呀呀呀，壳都掰碎了！你看这里让我一掰，裂缝了。哦，哎呀妈呀！我就应该在他不知道的时候，我咔一下子弄下来。哇！这怎么往下弄啊？我不会要把这个石块带回去吧？哎，我还不信那个邪了，我还哎！哎！哎！呀呀呀呀呀呀！弄不下来呀、我不想把它弄受伤，你们知道吗？你把它带回去吧。我想把它鲜活鲜活的带回家，我就给它吃了它，这肯定好吃啊！哎嘿嘿，拿下来了，哇、哦，馋不馋？放在桶里哈，这整这个鲍鱼把我自己都累坏了。你看这是什么？你看红的海凉菜那里还有。快捡！哇，好久没捡到海凉菜了，估计这两天台风刮上来的。你看，现在台风已经过了啊！想来的朋友们赶紧来看这海凉菜，漂不漂亮？哇塞，看着很新鲜啊，很漂亮。回家又可以吃海凉菜了。哎，收了，一起收了啊！看，就这一坨就差点大把桶了，赶紧捡。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我又来赶海了啊！刚来就碰上这么多海凉菜，可真是惊喜呀、啊！收，别录了，走吧，看看下边。这还有一个。咦，说不漏，差点把你漏了。走，来这边。哎呀，好多呀！你们喜不喜欢？哎，哇塞，太漂亮了！你们想吃吗？现在想来海边的快点来啊，这几天可以了，是不是山野生？是不是没有台风了、快来吧，31度，温度水温正好。哎呀，开口在这呼吸呢，你们看这山背真漂亮。哎呦，看这边水真清澈，就这么干净的水洗海藻，它能不少吗？是不是？哎，好多呀。哎呀，哎呀，这里还有，我的天哪，这个被水就冲上来了，好在没晒花，赶紧收。哎呀，哎呀，看看石头底下，你看前面还有好多呢，我看这石头底下有没有八爪鱼、螃蟹什么的。喂，哎，这卡的也太严实了，看不到，拔不下来。你看这个海蛎子都碎了，这肉都露出来了，我还不信了。哎，没有，走吧。哦，这里好多，咦、这也太棒了，这一下子真不错，太漂亮了哈，收，进去，进桶，这一会儿满桶了，哇塞，你看看这面上全都是扇贝，你看那里还有螺，这应该是水太热了，他们不往里卧沙的那个螺呀，那个螺是会卧沙的，然后再扇贝，哎，对了。今天桶又要爆满了，哎呦！哎呀，你看这几个螺，我看还活不？哎呦，还是活的呀！你看这里还有，哎，这个扇贝也活，这个扇贝螺生命力很强的，其实。还有一个。哎呦，差点没看到，看看这里边有没有螃蟹八爪鱼。没有。哎，没有啊！哦，这个也能搬得动，看一下发挥。一二三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哎呀，来看看这两个。哎呦，差点砸到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全是螺。哎呀，最后一块，亲，有没有？没有哎。没有。走吧。哇，这里啊，快点快点，赶紧捡！你看，哎、你看那里，都那个什么了，都晒干了了。快这里快点捡吧。哇，好多呀！现在一下子都流口水了。回去弄点生抽，然后弄点蒜泥、香菜什么的，一拌可好吃了。
说了啊，哎，说，你看后面这么多，这里就干了，得给它泡点水，然后放桶里，还得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一朵也别漏了，这里还有一朵，尽量捡一下，走吧。